就没有水可以用了，连电也没有啊。大火无情，瞬间燃烧七户民宅。大过年的无家可归，住户忍不住流下泪水。一个拥抱，一句祝福，都是力量来源。有住户连衣服都没得换洗，志工带到环保站挑选。农历年不平静，志工注意关心。先送受灾户一户一件棉被，然后红包给他们压压惊。现在是由那个大区公所社会课，以及我们台中市政府社会局协助调度，看看有没有一些旅馆饭店先可以先安置他们。火警发生在21号傍晚，起火透天厝烧得满目疮痍，火调人员重回勘查，家属难过的不发一语。吴姓三兄弟，大哥在火场中丧生，小弟视障逃生不及，烧烫伤严重，老二和孩子轻微呛伤，志工送上丧葬补助金，关怀抚慰不安，期盼稍稍减轻悲痛。大爱新闻郑夏美志工陈丽雪罗成毅台中报道。